现在在台南的星光三月西门馆，现在有一个弹珠厂的活动。那弹珠厂它本身都会在全台巡回，那它就会这样，我们在室内里面就可以吹冷气，打着弹珠台，那你也可以带很多小朋友来回味一下童年，那大人也会玩得很开心。以往我们在夜市都是滴着汗在玩的，现在在百货公司里面就会玩得到了，而且它有提供很多奖品，都可以去兑换。而且它有趣的是，它是可以参加会员，不用怕说打不完，或是说一定要把它打完的情形，你可以把它记在你的会员 APP 里面，全省就可以去拿取你的弹珠来打，还蛮方便。而且你可以一直累积到你想要换的奖品为止，蛮方便的。赞！加入我们的 LINE 的会员。直接加入会员，然后就会送30颗的那个弹珠。然后如果是看我们的文章系统，他应该多加送10颗。所以你来玩的时候直接兑换，它最低价就是100块的80颗，最后有120颗，80颗是兑换，40颗是免费赠送，超划算，赶快来玩。好。10倍速的99颗，然后热血是8倍速的99颗，他们两夫妻就是看这一注了，看谁会中得多，来吧，然后热血先讲，等一下，来吧，闭着眼睛打，有啊，没中，来换小月来了，没中啦，啊，都哭啊。8倍的99倍，要中了。